据香港媒体报道，32岁的陈明恩因老表你好也而被人认识，但因相貌原因令角色受局限，直到星梦传奇被观众注意。可惜13日决赛挑选了高难度的谢安琪名曲《我哥不我在》，令陈明恩只能得第3名。但是未让他泄气的是，因星梦能赚登台费，价格也由8000港币3首歌升至20000。陈明恩因宗教原因连拍拖都有原则，至今仍未拍过拖呢，更每天戴贞洁戒指提醒自己要守贞操。他说，以前都有男人向我表示过，但始终发现不合适，所以没有发展，我会要求理念要一致。陈明恩坦言自己仍是处女，更对此感到非常自豪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